大家好，我是丽琴，我是秀柱，很高兴能够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，来分享我们的生命见证，还有我们的婚姻生活，来诉说神奇妙的爱，还有奇妙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中。因为上帝他是奇妙的他能够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，可以使我们活出生命的色彩活出上帝的爱。希望透过我们的分享，使你也能够认识上帝，接受上帝，成为你生命的救主。